好，这个拍品呢，这个是一个萨摩烧，然后一个手绘的一个瓶子啊，这一个萨摩烧的瓶子在外面价格也不菲，然后是一个昭和的这个银彩的一个壶，一个郭岛青瓷啊，这都有年纪，大概昭和啊，郭岛青瓷的瓶，然后这大概也都是昭和早期在二战左右啊，一个手造，各位看它这个底部这个切削的非常有力啊，当初早期出口的一个这样一个咖啡壶啊。这个四件一拍